比赛结束之后呢，今天的演唱会的主角呢就是动力火车穿越的安打，一波又上来之后马上被打了一支安打，是由申浩维所打出来的。那很干脆啊，自己知道自己的好球在哪里，那投进来的球就不用想太多，去做一个回击啊。手送